啥原因？朱玉林，朱玉林，你应该把昆明市的那个云上职业地址搞定，真的，我是劝你啊，这个蛮好的机会，还有那个，因为你把我的课买齐了嘛，把我的课听完，我的课帮你打基础，接下来听昆明市的精讲班，是吧？不是没插好的问题，跟没插好应该是两回事。啊？是，就问你拔下来重插一下，或者充够了就不充了，给我充了。那你看水就没了，什么就没了是吧？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声音了啊，是吧？没杂音了吧？还有回音吗？有，我这里也在开。现在没有了哈。在调的时候打开了手机，它不打开手机没法调。嗯，好，没有了，好了，是吧？来，想不想知道周周为什么投资失败？想知道的回复想。寂寞老师每断一条都要把握他的死穴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八字水旺，水旺，水旺就怎么样了？水旺不喜应，不喜应，然后他又是个偏印，这个偏印就喜欢去捞偏门，喜欢去走快捷。捞偏门走快钱，在现在就最适合干嘛？做资金盘，来，周周有没有做资金盘？回复一下，炒股啊，炒股差不多嘛，玩炒股啊，做资金盘啊，是吧？来一点有赌博性质的嘛，是吧？所以你看他那个偏印啥时候到了，就啥时候炒股。今年就亏了，去年应该是2000年开始就没搞到钱了嘛啊！去年新金啊，去年新金也是硬啊。是不是？没办法往上啊，再往上的话就不清晰了。我有点挡住，我知道的，已经叫他们把那个设备已经抬得很高了。如果能不挡住，那是最好了，是吧？搞个椅子再矮一点。啊，拼也叫消神啊，属于跟学术化、归类化次要的户籍职位较之正印，稍微缺乏点爱心，心性偏刻薄，之前是从事偏门行业啊，所以呢，我要在这里给我们的周周提建议了啊，周周听好啊，周周听好啊，你这个八字学易经啊，要修炼心性的，理解没有？因为你是偏硬的心性，偏硬的心性爱心是不够的哈。还好你有了一个食神，是不是？有了个食神补了一下，所以你这个学易经呢，有点记忆力不太好，是不是？来回复一下周周。是不是？
他是属于香香那个八字，香香那个八字很有意思的啊。香香在不在？运学就是记忆力有点不好，是啊。香香的八字刮过体毛的，来回复一下。刘老师，刘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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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避十三库，是不是就没事做了？对啊，避了十三库，容易失业的啊。避了十三库就容易失业。香香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有没有这回事？对。没听懂当没说，好吧？没听懂当没说，因为你八字有这个信息，知道没有？只让你们知道八字很神奇啊！好，接下来第五节讲一下八字。八字职业分类啊，八字的职业分类，知道第一个为什么他在政府部门上班啊？为什么在政府部门上班？来，第一个总共五大类，这个很非常适合你断职业，非常适合你断职业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吉星同不要乱猜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理解没有？第一个叫从事公职类的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啊，像我们的香香就是，香香就是。第二个。一般陈格的八字大多都从事公职，是吧？你像我们的香香，他八字身强，身强喜光，是吧？身强喜光，不喜硬，不喜硬。看一下那个香香的八字是哪个格？
观印相生格，没错哈。观印相生格，或者叫比劫坎杀格，他的八字是比劫坎杀的，跟观印相生还有点不一样，叫光生印，印生生，也叫观印相生格啊。嘎己土嘛，丁火生己土，己土生庚金。官印相生格一路顺升到始祖来，所以他的职位是比较高的，这家伙比较有情的啊。所以香香你应该把那个光明寺的那个地址买下来，你买了没有？我是告诉你，你这么有情的人要把握这个这么便宜的机会，是不是香香？他不得月令，怎么不得月令呢？你想听懂我的，听懂我的就把我的课全部买下来。你现在还有哪些课没买啊？你好像只买到一个课吧，是吧？是不是？请我们那个助理老师上一下那个云上职业地址，真的非常好啊！谁买了后悔的，我拿我的工资赔你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是公司的最老最老资格最老的，跟光明师第一批弟子，光明师第一批弟子，公司啥产品好不好我都知道，是不是？来，谁把握一下这个？第一个，你可以获得一个绝学 VIP。绝学 VIP 1680叫易学博士，上面有很多免费课程听，还可以听光明师两年的课，还可以听光明师三十几个这个八字叫什么精讲班，是吧？三十几个精讲班，是不是？来找两个，找两个，看哪两个人比较那个的，比较相信老师的，是吧？老师推荐你是最佳学习方法，是不是？像这个香香啊，康乃馨啊，康乃馨应该是买过的，是吧？要钱有钱，也不缺钱，是不是？这么好的产品买了就在家里就成大师，在家里当大师，不要出来学习都可以成大师的，是不是？静波老师只做最佳学习方案推荐者，我知道哪个产品好告诉你，其他不好的我不说，是不是？谁比较相信老师的，买了这个课直接把你拉入我的房主群，我都敢用我的薪水赔你了，你还有啥后果担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光明师要把它两年变成一年了，那个就有点可惜了，理解没有？凡是我的家人嘛，我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嘛，是不是？真的变成一年了就可惜了嘛，对不对？找几个这个生活无忧的，像香香这种，把握一下这个机会。香香，你反正嘛国企退休的，要这个生病也好干嘛也好都国家全包的，你不像别人现在这个信用卡那刷光了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很多人为了报课都把信用卡刷光了，我从来不叫别人刷信用卡的，理解没有？是不是？好，第一个叫从事公职类的啊，从事公职类的，是不是？成格了吧？还有成格有瑕疵了，他的八字是官印相生格啊，香香的八字是官印相生格。
然后这个他那八字有个瑕疵，瑕疵在哪里呢？就是有点土埋金啊，土埋金，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，工作稳定，成格不完美就破损了，但配置还不错的，一般会有事业单位如银行。那个香香，你应该是换过几家单位呀？啊，来回复一下，你应该是换过几个单位的。来，大家想不想了解换过几个单位怎么看？想的回复想。一看就知道他是换过几个单位的，至少换过三个单位啊。哈哈，换了五个是吧？我说至少换了三个，代表老师还是断得准的嘛，对不对？来跟他讲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他的八字层层字形，把那个印形坏了的，是不是？印形坏了，形坏了就代表干嘛？就代表要换工作嘛，是吧？两个层坏了，就代表两个单位了。最后跟那个跟谁啊？最后跟那个己一个单位，哈，是不是？他还有个位，丁还有个位。是吧？这代表干嘛？四个单位了，所以我说了，我已经数到这四个单位了，所以我说了，至少要放三家单位，是不是？来，刚才有人问说几种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总共五种。刚刚是谁问的？六六问的啊，六六是男还是女？回复一下。代表你能这样问的话，代表你这个家伙学的还可以，男是吧？好，男来看一下，第一个杀印相生格、官印双亲格、财官相辅格、三官三进格、洋人驾杀格，五大，这五种情况容易从事公职。他就属于什么？叫官印双亲格，他官印双亲格，香香是属于官印双亲格，还有杀印相生格的。还有这个叫财官相辅格，大多从事政治、法律、财政；还有三官三进格，还有洋人驾杀格。洋人驾杀也叫比劫砍杀，是不是？引力一下，来引力一下，这个八字干啥的？好吧，这个八字干啥的？来看一下，这个八字是不是癸水生在酉月啊？癸水生在酉月，坐下是巳火、戊土、丁火，旁边都是什么？旁边都是这个耗他能量的。你看，丁火、丁癸冲耗鬼的能量的，戊癸合耗鬼的能量的，坐下巳火耗鬼的能量的，那这个鬼就弱了，弱了就喜应生嘛，喜应生啊，是吧？喜应生从这里开始，你看。杀生印，杀印相生入宫门啊，所以这家伙是在，他是拼印啊。再加上来，各位跟他教大家一个核心，你们看这个八字干嘛？合官的，官就在家里，用这个当事业柱来看，听明白的回复，听明白。这个当事业柱来看，因为官在这里了嘛，官合了我了嘛，是不是？听明白，官合了我啊。这个官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官是从这里透上去的，是吧？从巳火透上去的，啊，从巳火透上去的，是不是？合了官，得合官就得官了。
要喜应，要得官，不是官生应，应生生了吗？所以官印相生入宫门。但这个八字的话呢，大家看一下，火这么旺，他要用自己的能量去跟火对抗，用自己的能量跟火对抗，你看是吧？火生他的官，火生他的官，火太旺了，他要用火跟，用自己跟火对抗。来，想到是干啥工作啊？用自己跟火去对抗的工作是啥工作啊？啊？对，香香说的对，这个是个干消防的，哈哈哈，找我到八字，我说你干消防的，他就傻眼了，老师，你知道我是干消防的，谁告诉你的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家伙断了是干消防的，他傻眼了，他说你谁告诉你的，我说谁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在云南，我在广东啊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我看了八字火旺，火来升官的，知道吧？阴火升官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八字容易有缺陷，来跟大家讲一下。消防文职啊，这个八字有个缺陷在哪里呢？有个缺陷就是这个财坏印，财坏印的啊，是否坏了，克坏了这个酉金，是否克坏了这个酉金，从哪天容易下岗，一不小心就会辞职下岗了，是不是？财坏印的人有以下三种情况：第一，思维怪异，思维跟普通人不一样的；第二个，容易卖掉房子，对啊，贪财坏印嘛；第三个，容易这个婚姻出问题，你看，是吧？婚姻出问题，两个拼财正财，拼财正财，是吧？正拼两透，婚姻容易出问题的。啊，工作也容易出问题，这家伙将来有一天会被公司，会被国家干掉。喝酒就被惩罚了一次，他请我算八字的时候是喝酒被惩罚，喝酒被惩罚也是因为财坏印啊，酒代表财嘛，明白没有？你看断职业断到这个程度，是不是？有为酒，是不是？六六是在哪个城市啊？六六，六六在深圳是吧？是不是？六六，你买了老师几个课了啊？来回复一下。只买到一个啊！我靠，六六，你学的这么好，应该把光明师这个888的买下来。真的，你距离大师就只有一步之遥了，你已经学的很好了，你就差光明师的精华班。对吧？精讲班不是精华班，叫精讲班，一级一级的听，有案例，有声音，有解说，多好！光明师的精讲班是有案例，有声音解说，是吧？有理论，它叫理论加案例加解说，30多集，几千块钱，30多集五六千块钱，还可以听2年课，还可以听口诀班，还送你个易学博士。是不是？好，来看第二类，第二类叫经商类，是吧？经商类就是属于生意的类型，属于生意的类型，一般是成格局的八字啊，成格局的八字。来，老师最后几个课给大家看一下。
大家截一下图好不好？截一下图，截一下图。总共有14个课，这里还有个叫择日的，择日的没搞上来。你看，地支、天干、食神，这个叫基础班。后面搞了一个地支高级班，这个还没交付，下个月交付。天干高级班是吧？然后今天讲的是断职业，这个交付了。下周六讲断六亲，这个交付了。剩下11月份交付这个。这个在家择日的是吧，在家择日的哈。今天我推出了，我看一下，我推出的话1000块钱三门课，来上个大礼包，1020三门课大礼包哈。好，链接以上，1000块钱三门课大礼包。来，谁差，谁想要差哪门呢？选三门，选三门，这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你们也知道的，是不是？这么高质量的课才几百块钱，是吧？我以前是中山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班的讲师，你们知道我们在工商管理硕士班讲课那个价格是非常高的，是不是？我个人收入都是讲一天10000块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收一点点钱做易学嘛，不要为，不是完全为了赚钱，是吧？啊，找三个人，找三个人，家人们，找三个人就可以了，意象征一下，是吧？让公司这个不要亏了一天的流量费，是吧？我才有这个优惠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样好了，今天交付课给你们1000块钱选四门了，来，上了1000块钱选四门。进个链接，对，我进不了链接，只能后台进链接。你这怎么进不了？每次都可以的。啊？可以的，每个直播间都可以，每个直播间都可以。今天要把老师给他们关掉了。我问一下你们。啊？关掉了是吧？对，我去让刘老师进来。对，进，叫刘老师进。1000块钱四门。稍等一下，我继续讲一下课啊。因为刚才那个系统有点需要那个重新启动一下，来继续。从事经商的有生意人性格，一般是成格局的八字，主要有以下几种。第一个，十三生财格。十三生财格，大多学习从事商务经营、财政、贸易是吧？技术啊，商业性活动，咋回事啊？我来接。好，接不了我。商业性活动。第二个叫生财两厅格，生财两厅格，你看我除了我就是财，那我干嘛呢？我就搞财嘛，这人叫经商嘛。来，听懂的回复听懂。听懂的回不听懂是吧？听懂的回不听懂？哎，听懂的回不听懂？第二个叫命局离马星，命局离马星，马星多者从事商界，命局离马星，马星代表跑动，跑动干嘛？人为了追求财而跑动嘛，
是吧？命局连马星，尤其是财星，财星，马星，尤其是驿马星生财的，驿马星生财的啊。像我的驿马星生财的嘛，干了好好的工作不干，出来搞商业，是不是？这第三种啊，命局连马星，是不是？第四种，偏财遇到三官，偏财遇到三官，偏财遇到三官，是不是三官生财去了？三官自杀就为了夺权，三官生财就为了搞钱。人生三大目的：第一，搞钱搞权，然后搞名，不是搞名啊，有了权就有了名嘛，搞钱搞名搞色。三大目的，是不是？三官生财，你看也是财也代表女人啊，所以你看去搞女人去了，是不是？追女人去了，啊，财多身弱，比劫为用，适合合伙做生意。财多身弱的时候才适合啊。来跟大家讲一下字句，字句的话有两个。第一个，比劫多身弱的时候啊，比劫多财弱就不适合合作。财多喜比劫反而适合合作。哎，记住啊，前面不是跟你们讲比劫容易破财嘛？那啥时候破财，啥时候不破财呢？财旺的时候就不破财。啊，财弱的时候就容易破财。第六，有财之印一般适合从事经营，不适合上班，上班大多不长久啊。有财之印，有财之印的人，刚才那个叫这个八字。可以了是吧？好，可以了，那个链接可以了，链接可以了，给大家一个机会啊，尽力抓住啊，平常没这个机会的。好，链接以上。平常没这个机会的，来给大家抓住机会，啊，找五个人，不要找多了，找五个人就行了。这个你们知道，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优惠了，这个简直是老师只是为了不亏点流量费而已，理解没有？是吧？直播了一天，不为公司搞点流量会不行啊，是吧？要对不起公司啊。恭喜这个万法归宗，再来几个，至少找三个嘛，对不对？保住这个流量会嘛。啊，我一分钱不赚都没事，但是要保住公司不要亏流量会，亏流量会的话公司就不让我讲了，是吧？再好也听不到。抓住机会，平常没这个机会的，你们知道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教务课嘛，讲得开心，是吧？让大家学得也开心。你没上过班，是吧？来看一下这个八字，这个八字是不是上班的，但是财会运上不久的哈，哪天就会被干掉的，是不是？哪天就容易被干掉的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们，这个八字将来容易小心哦，容易干嘛？你看又是搞偏财嘛，是不是？上了班又去搞偏财，啊，偏财去升官。拼财去升官代表干嘛？代表捞到油水，然后去送领导，是不是？但是最后被啥坏了？最后被拼财坏了。丁火克坏酉金，啊，丙火又克坏酉金。抓住机会，至少找三个，还再找两个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才报到一名的，报到一门课两门课的，这么多课是吧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
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断职业的啊，这个断职业的，还有断疾病的。刚才你们看一看，哎，这个人啥病是吧？开过刀就听这个课。还有断灾祸的，断灾祸的讲了哪些的？断灾祸的已经交付的，讲了有婚灾、车祸灾、意外灾、死亡灾，是吧？这个总共六大灾祸，讲了六大灾祸。断婚姻的，讲了好婚姻、坏婚姻、没婚的、多婚的、离婚的，这个各种婚姻情况都讲了。讲断财富的，讲了穷命、富命、能继承财产的，由于爆发的，由于这个财富格局是多大，怎么去看，这个都讲了，是吧？今天讲断职业，等一下有案例操作一下，你们就变成高手了，是吧？断六亲啊，今天交付课，我这个给大家一个喜事临门的机会，就找三四个人，好不好？找三四个人，好，继续讲课。金山的第六种啊，第七种，日主坐下为财，坐下为财的啊，坐下为财的。你看一下我们那个香香，香香他坐下是印，但是有财的，所以要注意库啊。坐下有财的，所以他就搞贸易这种公司综合管理。香香，你的八字就在这里，奥妙就在这里啊。香香在吗？我咋敢万岁？万法归宗，那是万岁，我不敢万岁啊，只有主席敢万岁，是吧？你的八字要不要坐下有财啊？所以你会容易搞贸易啊，贸易公司综合管理。你看坐下为财嘛，是吧？有位金库的，或者坐下金库的，一般多与职务啊、财务有关，是不是？香香是昨天才加了我的微信啊，是吧？你昨天是第一次听还是第几次听？来回复一下，你昨天晚上是第一次听我的课，还是听以前听过几次啊？第二次听是吧？第二次听，昨天就买了这个课，有没有遗憾？来回复一下，有没有遗憾？有没有后悔啊？啊？国企出来的人素质都比较高的啊，因为我跟中国兵器集团讲课，香香你不是在北京吗？是吧？香香你是在北京吗？国企的素质都比较高的，因为我帮中国兵器集团211研究所去讲课，那是我上过的讲过课的最高学历的一批人，全部是博士硕士，我靠，坐下来五六十人，我说怎么国家的这批高素质人才都变成我的学生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中国兵器集团211研究所，你们可以查得到的。来看日主坐下是财的哈，这个香香他第二次听，这是第二次听，说明他还是有点魄力的嘛，是吧？是不是第二次听就买了课了？是不是？冲动是魔鬼，你还算冲动，你够理智的了，是吧？图雅没有是吧？没有后悔是吧？特别好是吧？
等一下还有很多案例啊，开开玩笑，开玩笑是好啊，人生干嘛那么严肃呢，是吧？好，科研学术、科研文化类的，一般为教育界老师、培训师咨询啊。像我们就属于这一类，来，我们属于这一类，学术研究、文化类，一般教育界，比如老师、培训师咨询。我主要是做过这三个角色，你看，第一个老师是吧？第二个培训师，第三个是咨询师是吧？咨询师，现在要做这个巡学，你看。十三谢秀大多从事文学、书法、文教、艺术等职业，三官配印是印为用神的，多从事与文化教育有关。华盖或文昌或空王同正印，与正印同住的，适合在学术界、文化界啊。食神与正印同住的且印为用神的，留立著作啊。金水三官的雄病韬略，适合做用这个口才方面的业务啊，这个是搞学术的，也有五大方面，是吧？把这个多看看熟了，就断得很准的啊。今天我给大家印证，等一下下课。第四个叫搞记忆工作的，一般是不成格的八字，是吧？搞记忆工的不成局的，命局以十三为用神，大多以计谋谋生，比如设计、策划、维修、技术，是吧？像第一个八字还记得吗？不成格的八字，来看一下，像这个八字是吧，比如现在戌月比劫，你说他这个杀了又没治，这找不到格局是吧，啊，找不到格局。十三生财有一点点十三生财格啊，有一点点十三生财，是不是？这种八字的话就靠技术过吃饭，靠技术吃饭。十三比官杀强，专攻一门特殊才能和技艺啊，十三比官杀强。我是属于这种的啊，十三比官杀强，专攻一门特殊技艺，所以我是做咨询培训，现在是做巡学，我是属于第二。一般食神格或三官格的多以技艺谋生，身旺三官多无字化的为生道艺术家之命，身旺财轻的多为技术性工作，身旺财轻，日子做三官或者天干。透三官的适合从事技术生产工作，日支做三官或者天干透三官的啊，容易做这个。我是十三比官杀强，专攻一门特殊技艺，所以我基本上不做别的。我以前搞企业管理咨询啊，为了把企业管理咨询呢，我就去清华进修，是吧？所以香香，你是住在几房啊？住在北京的几房啊？香香，丁任和，刚是谁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399那个扣的？
谁买了399那个扣？来回复一下，是谁买了那个399的扣的？回复一下，回复一下，谁买了那个399的？那个是谁啊？老拼了是吧？老拼了，七环之外吗？七环之外就拼了是吧？以前我在2005年我在清华进修的时候，就去了那个比较拼的地方去玩，十渡啊是吧？想想有没有去十渡去玩，那里非常适合度假，山上还可以看到野山羊，我靠，好想抓一只下来，马上烧到烤来吃。是不是？来，基层工作者，这个一般工薪体力劳动的啊，这个没有特别，这个比较难定位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就是要用路来冲财，比劫来克财的。路来冲财，比劫来克财的，非常简单。记一下，我这上面没完全写完，好。是吧？一般工薪阶层体力劳动者，就是用路来冲财。或者用比劫来克财，或者只有官没财，啊，比劫扛官没财的，来听明白了回复，听明白，听明白了回复，听明白。来看一个案例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个案例。这个案例的话呢，你看劫财劫财劫财是吧？非常明显，坐在拼印上面，是吧？先第一步找啥？找官啊，在这里面找官，这是不是长官啊？来，还记得吗？找官星啊，这些长官，这些长官，这是内宫嘛，这是外宫嘛。是不是？这是外公嘛？好，接下来，既然这已经长光了，这光都没透出来，是吧？那还有这里有个库，这个也不是光库啊，这是比劫库啊。这有个财库啊，但有光了就不要看库了，好不好？就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是事业柱，这个事业柱的话呢，它是用什么？用劫财来克财的。干体力活的，我告诉大家他干啥的好不好？他是在山上砍树为生的，砍树为生的，是不是？一看，刚好是干嘛？根金克引木，根金斧头，引木大树，是吧？来，好不好玩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这叫低层劳动者，用路比劫，是吧？用路比劫来克财，是吧？非常形象，他这个八字就砍大树的，每年就到外面去抱一些大树砍来卖，好，是不是？很有意思哈。有没有发现断职业还是蛮好的？只要你学到老师的方法，第一，把八字分为内宫外宫；第二个，找事业柱，心在内宫找，心看官，心看官杀，没官杀看财，是吧？没官杀看财。内宫没有，在外柱找，外柱要跟实柱产生关系的才算，否则不算，是不是？好，讲到这里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休息十分钟，上个洗手间。我相信大家也听累了哈，
我们现在是16:06，我们16:16在直播间进，好不好？今天下午最后这节课很多案例，希望大家重点关注。好，休息10分钟，回到这里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暂停直播，暂停直播。好，现在啊，停。马上去上个洗澡间。上个洗手间。
你说那些我真的有点你把鸡打开吧。可以了，看一多少人？35个，15个，15个。家人们，在直播间呢回个一，在直播间呢回个一。准备开始啊，大家下午好。来看一下第一个，继续观察一下这个，要搞清楚第一个，找到事业柱，第二柱。要看最旺的五行，最旺的五行肯定是金嘛，对不对？金啊，所以你看金代表它用虎头的，虎头不根金吗？是吧？所以要了解五行的象意啊，了解五行象意是不是？然后这家伙是根金，是克乙木，乙木主大树啊，啊，乙木主大树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这个关系比较小啊，这个关系比较小，关在这里，因为都是缠着的啊，关在这里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找到事业柱，第二个看食神，最旺的食神是劫财啊，劫财，他靠劫财来搞钱啊，还有一个拼印。拼音是砍树，是拼门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拼音嘛，砍树不拼门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印也主啥呢？印也主单位，上班的单位，啊，上班的单位。官就主事业。印主上班的单位，拼印就主什么？非政府部门啊，是吧？拼印，拼印嘛，拼印是喜欢捞拼门嘛，砍树就是捞拼门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讲，从食神组合来讲，从食神组合上来讲啊，食神组合，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必要讲。
这个我就简单的过一遍就可以了啊。从十层组合，十层组合的话比较简单，好，十层组合比较简单，过一遍算了啊。玉轩，你这个八字是谁的？这个八字是谁的？玉轩，快点快点回复一下，玉轩，这个八字是谁的？壬申甲辰丁巳。亲人的壬申年是哪一年？我看一下壬申，壬戊己庚辛壬，壬申年是哪一年啊？我靠，你这家伙他妈何年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肯定知道是何年啦、啊，是不是92年了？这个八字容易当公务员啊？他在干嘛？来回复一下。现在自己来搞店铺的是吧？现在自己来店铺的，来店铺的。这个八字的话，因为我看一下啊，甲辰壬申甲辰丁巳辛亥，丁巳辛亥壬申甲的官身印，丁壬合了官。92年了，这个八字他可以去考一下公务员啊，建议他去考一下公务员，他这个八字有机会考公务员的啊。开店的话就有点这个自己去官身印硬生生生去克财啊，这个八字有点浪费人才了，这个八字还是不错的。喜印的八字，印又是官身啊，这个八字有机会当公务员的，放心啊。好，这个讲快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怕讲不完。第二个，身弱食伤，身弱食伤旺，印制了食伤，从事科研，这个其实这个不需要讲，还是不讲算了。好，专讲第六节，专讲第六节，那个有点怎么说，太啰嗦了，我不喜欢讲太啰嗦的东西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看职业病动啊，如果看职业病动，或者先讲几个案例再来看，好不好？来，先讲几个案例让大家见识一下。来，先看一下这个八字，这个八字的话呢，这里是官，是吧？这里是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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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官用哪个？先用这个看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官是这个官，这个官，这个哦，这有个杀啊，这有个杀，这有个杀，七杀在这里，有官先看官啊，有官先看官，这有个杀，这个杀呢，己土呢是怎么来的？肯定是巳火生的嘛。
比我深的嘛，比我深的，所以跟我有关啊，是吧？跟我有关。那这个沙跟我有关的话，然后这个沙的话有印来生啊，沙生了印去了，沙生印，印来生生，是吧？所以这家伙是吃官饭的，你看根茎印星，耕耘在日子啊，根茎从这里出来的，印主单位，是吧？沙生印，印生生，沙印相生入宫门，在国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巳火的话，巳有辰，巳有合啊，巳火从戌里面出来的，巳火从戌里面出来的。然后再看一个八字啊，这个八字也是在国企上班的啊。这个八字为什么会在国企上班呢？来看一下这个八字。这完了，这下面就是官了啊，这下面就官了。丙火印引戌会阳刃，戌是丙的阳刃，我看一下丙的长生，丙戊长生在寅，丙戊的长生在寅，这个八得了长生啊，这八得了长生，得了长生的话，类似于得了一个印了。又刚好是印啊，正印相对稳定，这个印的话非常稳定啊，印中藏了一个这有个官星，藏了一个官星啊，官生印，印生生，官印相生入宫门，是不是啊？先看一下这个关在这里，关在这里，这一柱是事业柱，然后事业柱的话呢是食伤，身弱不喜食伤，印制了食伤啊，国企工作，这个家伙是跟。是吧？再来看一下这个八字，来给大家搞个作业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八字干啥的？这个八字干啥的？来看一下，家人们，把这个八字搞明白了，你就会把段职业搞明白一半了。想不想听？想听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，把这个八字搞明白，你就搞明白一半了哈。策划啊，准备开讲了哈。这个八字，第一，这里有官；第二个，这里有官，啊，这里是杀，这里是官。然后这个官呢是从这里透上来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八字的话呢，官杀混杂就不贵啊。然后这个八字本来就身弱不喜官，所以不能用这两个来当事业宫来看，不能当事业柱来看，这个和这个都不能当事业柱来看，因为它身弱。你说不三个土得了月令吗？冬天是水旺，搞清楚啊，冬天是水旺，所以土是弱的，土是弱不喜官杀，所以这年柱和时柱都不能当事业宫看，年柱和时柱都不能当事业宫看，用哪个来当呢？就要用这个来当事业宫。你看这里还有个官啊，
这里还有一个光，光这个光在比劫里面，比劫里面悟合了坐下的财，所以这家伙是用比用什么？用比劫来干财的，比劫干财代表干辛苦活的，他是干辛苦活的农民，想不到吧？啊，来听明白了，听明白，回复听明白。把这个搞明白了，你断职业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嘛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年柱、时柱的光杀为忌，不能当事业宫看。不能当事业宫看，就看谁啊？看坐下还有一个小官，坐下官藏在比劫里，所以是用比劫来当事业宫看。比劫去搞财，那就代表干体力活，是不是？再看一个，再看一个啊！这里呢，透了光出来了，透了光出来了，是吧？我宫，我宫没光，我宫的光都是藏着了，看他宫，也叫看外宫，是吧？月柱官星是职业的属性，做官，官做三官，三官是主技术，官做三官，三官主技术。职业宫的主柱是财星啊，职业宫的主柱是财星，这个透正财是工资，戊癸合了个正财是工资，是吧？时之偏财代表的是副业，这个代表是副业啊。这个家伙呢是乙木当官，乙木主策划，所以搞策划工作的啊，是不是？如果那个用玉虚那个半丸来断，这个就断得准了哈、啊。这个家伙是搞策划工作的，进主结个设计策划，啊，玉虚，如果你的那个办法用来看这个八字就非常准了，啊。是不是？你说他这个官干嘛可以当官看？这个官为什么可以当官看？因为这个官是从这里透上去的，理解没有？啊，是从这里透上去，啊，这跟这个有关的啊。然后要水来生木，水来生木，是吧？戊癸合了正财，代表拿工资，是不是？拿工资，坐下三官，三官主技术，三官主技术，为什么是进主设计的？因为进主设计是土金相，你看土金相，土金相啊，进主技术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再看个八字，好不好？再看一个八字。这个八字的话呢，柱无官杀，这个八字都没有官杀，这藏了两个啊。没官杀就看己土，己土克水，己土克水，这个是硬库，因为火库嘛，这个是硬库啊，这个叫。财库，有财库啊，所以这个八字的话，用财库来当事业柱看的，啊，用财库来当事业柱看。火生土，火生土，石柱的左柱是己巳，己巳日作应寿，应为文化，巳为驿马啊，主走动，带着文化走动，带着文化事业柱巽宫啊。干风水的算命的，理解没有？你看
石干戊土为劫财，石干戊土为劫财，劫财是属于体力劳动职业，自由职业，属土，那么就是属土的体力劳动者，这个是农民。农民同时去走动去搞点风水啊，这个是我认识的一个贵州的一个八字先生，他的八字，他发给我看啊，我说你这家伙是种到田还去帮人家看风水的，他说对的，是不是？种到田还去帮人家看风水，这是贵州一个风水先生把八字发给我看的，啊。库中藏沙，沙得财啊！火来生这个土，火来生这个土，印在巽宫，主玄学啊。这个戊呢是比劫，比劫来搞这个里面的财，比劫来搞这里面的财。戊土戊辰啊，这里是己土是吧？所以是农民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职位变动。因为很多人问我们八字的时候呢，批八字的时候，很多人问我们说：“老师啊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哪里工作变动啊？哪里有调动？”上次有一个军长，我靠，不叫军长，叫团长啊，部队里的团长。问我他啥时候可以转干，我靠，就是部队 团长不当了，要这个要到单位去上班了，问我啥时候，这个就叫工作变动啊。今天呢我就把这个跟大家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对，叫转业。消防，你前面好像买了个399的是吧？消防，来回复一下。你前面好像是买了个399的是吧？前面买了399是谁买的？谁买的？因为我看你刚买了个399的，我觉得这样有点对你有点不太公平，你再补个多少？599，补个599给你四门，不是今天买的，不是今天买的不算啊。我不知道今天是谁买的，我希望做事情尽量做到让别人心里平衡啊。好，来看工作职业变动，家人们。第一个职业变动包括居住地变更、工作变更，还有升迁三种情况。工作变动包括三种情况：居住地变更、工作变更、升迁三种情况。先讲一下叫改变。主要之象是地支逢冲，地支逢冲啊，子午卯酉巳震冲为地狱之冲，主居住地变更啊，居住地变更，职业不变，是不是？职业不变，只要是冲巳震的，冲巳偶，这个叫巳偶，也叫四个角哈、啊，冲巳是这个的。居住地和职业都改变，居住地和职业都改变，啊，居住地和职业都改变。所以我看一下这个居住地和职业都改变。第三，冲四库的，冲四库的是职业之冲，居住地不变，职业改变，职业改变，啊，职业改变。是不是冲事库啊？这个记好没有？
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个消防，因为我以为你上午买了个课嘛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嘛，希望你只补丁勤得四个课，你就买单独买一个课是吧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为了对你们公平一点嘛啊。好，接下来就看一下叫印星冲克合，由于工作并动，印星冲克合工作并动，生我的是印星，日主天干甲木，大运流年的时候，如果是印星到了流年冲克合，也代表工作会存在了很大的变动。凡是在大运里出现了印星和八字里面的字，如果是有冲克合的时候，工作就会存在变动的啊，是不是？印星逢冲，工作变动。那冲到子午卯酉代表什么？代表居住地变更，叫办公地点变化。如果你断八字断了，你放了办公地点，或者你放了工作，这个要区分开啊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公司今年三月份有个人离职，他叫我看一下他八字，说他今年这个状况好不好，是吧？我一看他，我说你要离职啊，他说我工作都找好了。叫我看一下，还有两天就到四月份了，你冲到三月份，那肯定三月份离职嘛。我说你还有两天就要走了，他说是的啊，所有手续已经办成了。这人对我很认可的啊，后面我直播的时候呢，他经常打赏。这人对我非常认可，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也没跟他联系啊。不知道他混的怎么样，但愿他混的比我好。每一个同事的离职，我们都要对他进行祝福，同不同意啊？来，直播间的家人回复一下，要不然我感觉到我一个人在讲到没力气了，是吧？互动好一点，一个人讲就有点感觉，有点死气沉沉的，是吧？笑也找不到地方笑。是不是？好，我断他，我说你这个月离婚，就是因为冲到他的印了，理解没有？冲到他的印了。第二个，官杀逢冲克合的人容易工作变动啊。加油跟大家讲，印和官杀为什么都主？因为官主事业，印主单位，冲印就代表换单位啊，冲印就代表换单位。冲官就代表换行业，来听明白的听明白，回复听明白。冲官代表换行业，冲印容易代表换地点或者换单位。我发现万法归宗就比较用心听啊，万法归宗应该是男的是吧？来回复一下，你应该是个公的啊。回复一下，男人能坐在这里认真听那不容易的，女人比较有闲时间嘛，男人要养家糊口还能坐在这里听，那真的我很佩服的，一个六六啊，一个万法归宗，是不是？冲官代表改行业，冲印代表换地方或者换单位。换地方就不一定换单位嘛，例如公司搬了个办公位置，是不是？所以出生的天干是甲木，那么克我的是金，甲木阴阳不同就是正官，凡在大运流年冲克官的星的时候，存在较大的工作变动。另外天干出现了官星的时候，多半也会发生工作和事业有关的事。啥意思啊？就你本来走到这个年份，突然走官的年份了，
你又不是当官了，走官的灵魂出现啥？出现工作变动嘛，是不是？你又不是当官的，那走官的流年了，或者走官的大运了，出现啥了？是不是？好，是这样个情况。第三，偏官透干的人也容易工作变动。偏官就叫七煞啊，七煞透干，不管是正官还是七煞透干了，你不是当官的，那就代表工作发生变化。透干就是流年透干或者大运透干，好，是不是？像我的八字的话，二零三二年。啊，不是2032年，2027年，壬水命嘛，是吧？壬水命透干，壬水命透干就是到2026年是丙午，2027年是己未啊，己未要发生变化了。我估计己未年我可能不干，不上班，是吧？不上班，是不是不上班了？专门去游荡江湖。小的时候学徐霞客，老年的时候徐霞客的梦没完成，老年的时候再去完成一下。丁位，2026是丁位，2027是戊申年啊，壬水命嘛，戊申年官杀透出嘛，是吧？万法归宗，是吧？在官杀年透出，我用我的来讲解，让你们知道。好，陆恒风是庚辰，是吧？所以看看官杀年，你不是当官的，官杀年透出的时候容易发生工作的情况啊，否则的话就干嘛，就容易有个官司了，是吧？官杀年的，官杀为忌的代表啥？要么生病，要么有官司了。记住啊，要么工作变动，只有这三种情况，是不是？第四种情况，命宫为生的人看工作变动啊，命宫来给大家打开一个八字看一下，每个八字排好之后都会有身宫、命宫，还有叫胎元，你们知道的。这个现在还没教大家怎么用，打开一个八字看一下啊。以这个八字为例吧，哈。这个八字排出来之后，第一个这里有个叫胎元是乙丑。命宫是壬申，刚好命宫是壬申，是吧？申是主驿马，命宫申金的人，哈、啊，现在我讲到的是命宫申金的人，刚好出来一个八字了。来，命宫申金的人是啥情况呢？命宫申金的人，命宫是每个人的安身之所，申宫是驿马星，如果是命宫为申金的被冲，容易换工作。容易工作容易出现变动，包括工作地点变动，也就代表今年他干嘛？来，今年这个家伙容易出现干嘛？回复一下，今年是不是要出现工作变动了？因为他命宫为申嘛，今年刚好引申冲嘛，理解没有？来，这个听明白了，回复听明白，要不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明白。命宫为申金的，刚好这个八字是不是啊？胎元乙丑，命宫申金，刚好申金啊，冲命宫，命宫是安身立命之地，冲命宫不是要换行业、换工作了吗？这个八字今年就要冲啊，你看冲。冲命宫了，引冲生，今年壬寅年引冲生，冲命宫了，
要换工作了。这个八字还有个特征啊，如果用五行来看，什么食神最强，是吧？食神木，是吧？食神木，这个八字就用事业宫来看的话，那肯定不用说了，是吧？坐下就事业宫了，是不是？坐下事业宫了。这个人干嘛的呢？我帮你们断一下，让你们知道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人干嘛的呢？第一个，事业宫是辰，啊，事业宫是辰，然后这个食伤来治了这个事业宫是戊土，食伤来治这个杀，食伤是木啊。食伤治杀，然后他的食伤治了这个杀，木克了这个土。然后木是用食伤去生财的，食伤生财，木火主漂亮哈、啊。然后食伤治了这个杀是火库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杀是火库。你说老师，你不是说用这个内功看这个来看吗？没错，因为这个下面都是戊土啊，治哪个都属于自杀。好、啊，这个是火库，所以。木生火，火来生土的，代表这个人干嘛的呢？来看印星，印星在这里，印星代表开定，是吧？这把身弱喜印的嘛，印星代表开定嘛。然后这里有比劫，就代表跟比劫合作开定，合作开定干嘛？金生水，水来生木，水来生木，木来合沙，木来合沙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沙是火库。叫火生土，火库进到火库里面，火木火主漂亮，所以是跟别人合伙来开美容店的，哈哈，啊，神不神奇啊？命宫每年都变动，命宫怎么会每年都变动呢？啊？陆黄蜂为什么命宫每年都变动啊？这八字跟别人合伙开美容店的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印星虚透，所以开店容易倒闭，神奇吧？命宫是生下来就固定的，不是变动的哈。只要冲命宫那一年，这里讲到叫命宫是生金的，他只讲到命宫是生金这种，不是生金这种不这样看啊，不是生金这种不这样看，是不是？开美容店的很容易断茶断出来的。对，看流年冲哈，流年冲的时候，大运冲也算。好，八字看职位升迁，八字看职位升迁。来，我再跟大家吆喝一下，再吆喝一次啊！谁要把握这个1000块钱四门课？今天因为是公这个直播交互课啊，交互课的话赚点流量钱，理解没有？来，没有报后面的课的，赶紧把握一下这个机会。到时候我把交互讲义给到大家，好不好？你买到哪门课的交互讲义都给到你。第一，今天最优惠，是吧？以前是一门，以前是1000块钱三门，是吧？还有人买单门的，今天是直播，交互直播的话，给大家一个优惠。看现在多少人？没买的回复一下，就是后面的课还没买的回复一下，
真的这么好的机会不把握实在是太遗憾了，是不是？跟你们讲的也这么核心，你看马上一看就知道他干啥，开美容店，跟别人合作开的。是不是？再找几个把握，再找三个人把握1000块钱四门课了，实在太优惠了啊、哦！这实在太优惠了，是不是？里面还有些没有买齐的，很多人没买齐的，像我们的那个香香啊，他们只买了几门课。如果想要听更高端一点的，可以买我们冠名是那个888的那个啊，送你这个绝学 VIP， 绝学 VIP 包括了三个平台的会员，三个平台的高级会员，理解没有？啊，现在不能送了，现在是送这个平台了啊，只能送这个平台，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值得拥有，也是公司最好的一个平台。888的这个，把它换成888那个。好的。是不是？那谁买了一下这个？这个送一个1680的医学博士，送一个1680医学博士，888减去1680，等于只付了6000多，是不是？等于只付了6000多，是吧？好，三门750没办法搞，因为公司的政策我改不了，到时候财务把你开通不了，我退钱也麻烦，知道没有？啊，能上我肯定会帮你上嘛。老师也不是那个，老师一直就讲了做人要弹性，但是财务不跟我弹性，是吧？1000块钱四门已经是非常非常值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你差三门，你就干脆1000块钱三门算了，也不要那个优惠了，是吧？爽快一点，是不是？这种机会也难得，是吧？正常情况下都是1000块钱三门的啊。这个没办法，因为就是公司的政策我申请不到，理解没有？我们公司是大公司，100多人上班，每个部门不同。好，八字看职位升迁。第一个，日主强有根，逢岁运逢合的时候容易升迁。你看，财官有利，日主强，喜财官，是吧？命主财官有利的时候，财生官，官生我，就容易升迁。如果命主无根衰弱，官星旺，啊，官星旺，官星旺了就官生印，是吧？然后合禄，合禄，官来合禄，合禄代表官来合我，官来合我，我容易升迁。第二种情况叫七杀有志而衰弱无力，七杀有志而衰弱无力，到了身旺的年份，就我这个七杀太衰弱了，这个杀太弱了，到了身杀的年份，啊，就容易这个升迁了，是吧？杀主官嘛。杀主官啊，杀主官，然后这个官太弱了，太弱了。等到主官的灵魂力量强了，或者官通根了，或者这个叫官逢生了，哎，就代表我要升官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考一考大家，看这个八字何时升官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八字啥时候升官？这个八字啥时候升官？
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是生强还是生弱啊？来，这个八字生强还是生弱？来回复一下，家人们回复一下，要不然我都以为大家都睡着了，是吧？你们看都生强是吧？有一个看生弱，一个看生有，两个看生有。告诉大家，生弱的八字。老师，为什么生弱？不是得了月令吗？你忘记了亥子丑会了水，亥子丑会了水，那不是这地支都一片汪洋，只剩下一个土孤零零的，靠这个来生，是吧？靠这个来生，甲木生丁火，丁火生己土啊。所以这个八字，你看为什么他能这个当官？因为甲木生丁火啊，丁火生己土，官生印，印生生啊，官印相生入宫门，官合了我，被我得了这个官，所以人家是吃官饭的。啥时候升官呢？你看身弱走啥运啊？走财升官的时候，走甲子大运，哎，容易升官了，是吧？走甲子大运容易升官了，走甲子大运，走财升官的大运，或者是走什么呢？走这个，差不多就甲子大运容易升官。好，会看了吗？会看了吗？是不是？只要走甲的大运就容易升官了。甲子甲寅。走甲子甲寅，是不是？来，第三，三官化财再升官，三官化财再升官，升官发财，合家欢。八字中三官与官同性，就叫三官进官，格局将会降低层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事业多寿啊，三官进官，所以你们以前老是问，哎，三官进官会发生啥事啊？现在来跟大家讲，三官进官发生啥事？三官进官，第一，格局降低了，第一，容易受小人阻碍；第二个，逢财岁，三官生财，财又升官，叫流通了，啊。所以你们说八字怎么化解呢？其实把这个学会了，自己就会化解了啊，不再阻碍，甚至为你所用，自然顺畅，是不是？来，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八字有没有三官。啊，有个食神，你看，食神生财，财生官，官生印，是吧？食神生财，假如没这个子啊，没这个子，走到亥水运的时候，你看酉金生亥水，亥水生甲木，甲木来生丁火，丁火来合自己啊，是不是？数字能量，你说把那个天干高级班的又忘了是啥意思啊？好久没跟他打交道，记不起了是吧？所以你要赶紧来南方啊！你要是适合南方，是不是？来南方火令一下，火令一下金，火令一下金，金就成财了，是吧？
没火炼金很难成才，是不是？第四组，日主旺，特出官星无损，逢财运有升职机会，官星被坏则难以实现啊。日主旺，特出官星，逢财运升职机会。为什么日主旺的时候特出官星，逢财运就有升职机会啊？因为日主旺喜官，那财来升官了，走财运财来升官了，是吧？那我就得官了吗？所以像我们那个香香那个八字啊，他是丁火坐在未土上，丁火坐在未土上，是吧？只要怎么样，只要走甲木运的时候，他就容易升官。好，因为甲木是他的财嘛。好，香香你到时候去看看，非常硬硬的，绝对的啊，跑不了的，是不是跑不了的？第五，印格行官运，此时便是升龙名就的时候。印格就是什么？我有印，官来生印，印来生我，是吧？官来生印，印来生我啊。啊，举个例子，像那个消防官员的八字。来。这个消防官运的八字它都有印啊，是吧？走丑土的时候，去年是辛丑啊，你看去年辛丑，他去年干嘛呢？他去年喝酒被惹你休息，他就找我算八字，他问我会不会工作丢掉。我告诉他，今年辛丑，丑土生辛金，丑土生酉金，酉金生癸水，你不会丢掉，而且你还有可能怎么样？还有可能会混得更好，是不是？你喜印的嘛，官来了，官生印了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官来了，官生印了，就非常好。怎么讲到职位升迁了？还有第五忘记讲了，这个忘记讲了哈，讲了命宫还没讲这个地支辰，跟大家把这个补一下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合印局的话力量也大啊，等下是有扯合了印局。第五，地支辰多看工作变动，这个是专门来看工作变动的啊。因为辰和戌是相冲的，命带辰或者坐辰的人，逢戌的流年大运就比较容易多变，因为辰的数量越多，变动就越多。啊，接下来举个例子好不好？像我们那个叫什么香香的八字，它是庚辰的，是吧？你看庚作辰。这个辰是啥？辰是这个水库，辰是印库啊，辰是印。
这里面写比劫水库，城是它的印啊。我们来印证一下，来，那个有没有在？香香有没有在？香香，来印证一下，你18年有没有换工作，或者换岗位，或者换工作地点？18年戊戌年，因为冲你的辰啊。我靠，你都不记得了啊！这么几年就记不到，你这个高素质人才。18年才几年啊？四年就不记得了啊！因为程序冲你了嘛，啊，冲辰了，冲辰了代表要换工作地点或者是换工作。18年毕业信了，退业信了，也对呀、啊，我靠！18年退业信了，来，各位家人们，是不是每条都非常验证的啊？他18年就等于是不上班了，退休了，是不是？没有退休是吧？没有退休，反正退休性就是工作病动，啊，反正一般冲你坐下，你就容易工作病动，是不是？就代表这个理论是对的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把这个学好，家人们太重要了，是吧？凡是容易病动的都给你列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看个例子，像这个人，是吧？这程序冲的18年就容易工作病动的，18年，是不是？这18年就容易工作病动的，非常准的啊！只要坐下是沉的，哈哈。程序冲是一组很不好的组合。是不是程序冲的人？来，我们问一下我们香香，香香你有没有皮肤病、啊？来回复一下。你有没有皮肤病、啊？睡眠不好，皮肤湿疹那些都算，湿疹那些都算。皮炎啊，湿疹啊，啊，长痘啊，都算。你应该是有点皮肤病的啊，是不是？失眠你是肯定有失眠的。失眠为什么失眠呢？因为你那个八字的话，我看一下你这个八字，木坏了，所以失眠啊。对，过敏也算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过敏啊？皮肤过敏。你应该肠胃不好啊，来回复一下，有没有胃炎啊？啊，有胃炎的八字，严重吗？严重吗？香香回复一下，严重吗？
不严重是吧？血脂高，尿酸高，血脂高，尿酸高，有没有颈椎病啊？对，你这个八字也容易有颈椎病的。身亲的第六条，身亲的第六条，官星多特不是增加官的力量，这条非常注意啊。官星多特的时候不是增加官的力量，这条容易有问题的啊。不要看到官星多特啊，我有三个官在特官了，我是不是要当官了？废话，那个时候有可能要失业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还反而容易失业，这个比较麻烦的啊。好，下面八字看生。